由金剛和阿波林盛斌主持的綜藝節目在澳門新濠影匯進行錄影，和嘉賓一起玩水上遊戲。然而性感尺度就不似預期，在六位女嘉賓之中，以傅嘉莉和黃美琪最吸睛。 T 恤背面有個心形大窿，展現性感美背。朱志賢亦都以若隱若現的蝶薄造型示人，黃婉欣就最有機心，在心口剪了一大個窿，大蘇強勁事業線。